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oka One One 飞耀大使 BB 周笔畅。其实最一开始的话，然后自己可能身体的抵抗力有所下降，需要锻炼一下。那开始跑步之后呢，越来越发现奔跑的魅力。我在跑步的时候呢，也会觉得自己像飞鸟一样，整个人是自由的感觉。我先邀请他们，然后穿上 Hoka 的鞋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跑步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，所以也希望在这里呢，大家都能够加入到 Hoka One One 非常跑量的挑战当中来。因为我觉得 Hoka One One 是一个宝藏品牌，因为其实这几年已经从户外圈然后活到了时尚圈嘛，那跑鞋的设计呢也都很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，上脚也非常的舒适，所以 Hoka One One 不仅有专业的运动鞋，也有很多时尚的潮流鞋，在国内呢也有潮流单品。那我跑步的时候当然最喜欢的就是绷带，对，过去在Hoka One One 还没有引进中国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品牌了，所以在国外就说了嘛，刚才买了我的第一双卡哈，对，那中帮也很舒适，然后也非常的适合户外的徒步或者旅行。春夏的素心鞋呢也很喜欢，所以都很酷很百搭。就要拉起这个，对，那我今天穿的呢是 Hoka One One 的绷带八的跑鞋，其实它有很强的缓震的性能，然后回弹也非常的好，所以我平时跑步的时候然后都是会穿它。那配色方面呢，就大家看到了也非常的夏天。刚听到飞耀这样的时候，然后就觉得好倔强的一个，因为你知道吗，我经常可以跑出那种飞起来的感觉，就会觉得世界都在和我击掌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邀请更多渴望飞的人跟我一起飞到这样。